间美食成网红，烤鸽子的背后有啥独门秘籍？辽宁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宣推第十场，第一书记齐亮相，为特色农产品代言。颜值高，体型好，精品锦鲤带来高效益。大家伙儿早上好，我是大明白郭浩。在咱东北的烧烤里面，鸽子算是个小众食材，不过在辽阳啊，有个人就对烤鸽子感兴趣，为了这手绝活，烧烤店不干了，哎，回村里专门烤鸽子。烤得怎么样呢？还别说，不少人专门啊开车过来就为了吃这口。我都烧20多年烧鸽子了，达到了里头嫩，外面表面就是有一种外焦里嫩那种感觉，哎，这样烧出来拉丝，让吃起来我的更有嚼劲儿啊，有一种 Q 汤的感觉。每天都做1000多只还不够卖。好吃啊，古城一绝，不错，好吃，有嚼劲儿，这食材也来，特别好吃。都亲自上那个农村来买的，一来二去，我的量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凌晨4点，邵英民开车赶往自己的老宅，紧挨辽阳北高速口的夏王家村，马上要迎来今天第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从内蒙古预定的特等肉食鸽子。邵英民提前做好了迎接准备，烤鸽子最主要的食材他是一定要亲自过目的。每天4-5点钟起来，已经养成习惯了。哎呀，难受是很难受，但是习惯了。5点，鸽子准时出现在了邵英民的大院门口，小院子开始有了活力。为了保证质量啊，我们这鸽子啊都是每天当天杀当天做。这一车都是今天都是给他送的，满满一车，满满登登。邵英民和男工们卸货、清点、筛选，1000多只放在前院作为当天的食材，剩下的2000多只为接下来的2天做准备。进来的鸽子啊，每只鸽子都称重，正常我的都得是1斤为标准的，小的我就给它打回去。走，慢点开啊！经过2个小时的忙碌，鸽子安置妥当，女工开始陆续上岗。长期的磨合，这些女工可以在20秒内把鸽子处理成干净的食材，褪去羽毛，肉质最原本的样子呈现出来。筛选后的特等鸽子均匀一致，在原材料上就已经算得上是精品了。咱家的大鸽子，这活鸽子都得达到1斤左右啊，而且达到1斤的鸽子这个肉啊，肉是几十，像那个。这鸡肉我看看，这鸡肉都像那个健美那个鸡肉块上的啊，这样烧出来拉丝，让吃起来我的更有嚼劲儿啊，有一种 Q 弹的感觉。邵英民以前是个烧烤店的小老板，在辽阳市内生意还不错，一次偶然的机会尝到了烤鸽子，他就开始自己研究。为了专心研究，节约成本，他退租了市里的店面，回到农村。配料经过几十次的推翻，最终敲定了这个秘制卤水。卤水的配料只要简单的几样，却是鸽子提味的关键。弯路是没少走，包括每次做一次啊，都得损失一批鸽子。左一次长，右一次长，长呢，我的顾客也帮我长，说你这回不怎么好，或者一步一步。一直走到今天，这行，这口味行了，我才把这个配方一直保留到现在。卤制入味的鸽子，表皮均匀地沾上盐巴，定制的草纸包裹定型。在烤制过程中，表皮脱水，内部肉质水分又会被牢牢地锁住，有嚼劲儿又不柴。达到了里头嫩，外面表面就是有一种外焦里嫩那种感觉，哎。第一批包好的鸽子放入定制的火盆，上下2层果木炭，果木炭选用软质炭，烤出来的鸽子既有果木炭的清香，
烤制火候也刚刚好。烤制过程当中，邵云民也不敢懈怠，天炭用吹风机扇火，通过这个风这么一吹，让这个温度更高，把这个温度越高，烧出的效果是越好。天的炭呢是压着它这个炭的缝隙，如果它一漏气了，底下的割肉就糊了。一个小时的烤制伴随着焦香的炭火气，烤鸽子的香味也随之而出。去除上层果木炭，还有一道最为关键的环节，喷水急速冷却，烤鸽子的滋味被完全保留下来。这就是平时的经验呐，我都烧二十多年烧鹅了。包好的烤鸽子稍微放置晾凉，表面由黄转褐，这是口感最好的时候，有风干肉的嚼劲儿，又有鸽子肉本身的乳香，还有调料的咸鲜。这一切味道让烤鸽子在舌尖上好吃啊，古城一绝，绝对不是偷懒啊，是炭烧的那种，炭烧味儿还不腻，吃起来口感也很好，挺好吃的，买过好几回了。所以有那句话嘛，酒香不怕巷子深，所以我走到哪这些老铁们就跟我到哪，都亲自上那个农村来买的，一来二去我这量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守着一方小院儿，独做一种美食，看着食客们满意的笑脸，对于邵云民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现如今呢、啊、酒香也怕巷子深，要说邵英民可是个爱挑战自我的人，他不满足在村里做个烤鸽子达人啊，人家更是把烤鸽子做成一种网红食品，咱们接着往下瞧。他就是让黑吉辽这片的鸽子听了闻风丧胆的鸽见愁，老民大哥。就这么一个大院，日卖鸽子是1000多只，37一只，半天工资就能全款购买，无压力，专治那个嘴馋，吃上就好。一口下肚就知道了人生的感悟，两口下肚，大哥的手法的确有点酷。你说吃过他家的烧鸽子，在这个冬天省着两件买羽绒服的钱。大哥你不冷啊？这入冬了。不冷，吃完鸽子火力壮，老壮了。邵英民就在今年靠着烤鸽子这门手艺，在网络上出圈了，全网10万多粉丝，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小网红了。他做的烤鸽子也就成了网红美食。走很多地方都有人认识我，因为我剪头就是旁边剪头，哎呀，我瞅那好面熟啊，我觉得底下烧鹅那人下完了点，我对他就是我。说起成网红这事儿，他也挺意外的。平时闲暇时间里刷刷短视频，今年开春他开始在网络上分享烤鸽子的日常，没想到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涨粉2万多，网友们纷纷评论私信，其中还包括很多省外的网友问怎么才能买到他家的鸽子。小黄车呢不会挂，我是一个亲人后，但是对这些网络东西也是马马虎虎，促使我一定要把这黄车挂上。做了20年烤鸽子的邵英民，小日子过得也算是舒坦，但是网络带来的市场他不想放弃。今年50岁的他准备再冲一把，突破事业的平台期。邵英民抓准时机，准备把视频账号交给专业的团队打理，走线上销售路线。但是这个想法第一个遭到了妻子的反对。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理解，合计哎呀，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辛苦挣来的，他往出花，他也舍不得。他看的不是那么长远。联系辽阳的网红公司，给他量身定制剧本段子，做数据引流。半年多的时间，抖音、快手加一起，全网粉丝超过了10万。有运营那块啊，他能帮我出主意，做这段子啊。比我做的要强多，因为啥？我对这东西就是只能是
会录，不会剪辑，也没有什么文案。而大哥就是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吧，因为说白了，现在是2021年了，已经短视频的时代了。比如说大哥也抓住了这个风口的机会，想要去尝试一下，拓新一下自己的路线。邵英民和他的独门烤鸽子成为网红之后，还有不少周围城市的网友特意驱车过来尝尝这老民烧鸽到底有多绝。这第一次也是慕名而来的，我看都是抖音还有那朋友圈发都是好吃，今天就有空带孩子来买两只。视频平台打通了销售渠道，邵英民又盯上了直播市场，雇佣全职主播，每天定点直播6小时。现在老民烧鸽的销售量翻了1倍多，每天线下500多只，线上700多只。个儿直播也不会说啥，但是人家专业直播的口齿伶俐，我说的也透，就是把这个方方面面的说的我的非常圆满。现在已经是今年已经是全国各地都吃到我的烧鸽了，而且反应都是非常好，他们每次都是反复的复购。固定的话，比如说你不通过网络的话，就局限在那一块儿，网络的话能把这个东西无限的发酵，成几何数之增长。每天小院里大伙儿分工明确，线上的宣传有专人打理。邵英民把大块的时间还是用在了把控鸽子的烧制流程上。一个月半个月行，但因为咱们这个质量很过硬，口味很好，咱们家回购率比例很大，很多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甚至说4次、5次、10次的回购。用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来说，邵英民在网络这块是让他玩明白了。好的产品借上网络的东风，一道隐藏在小村子里的美食成为了满足大家舌尖享受的网红单品。一个用心烤鸽子的人成了给大伙带来欢声笑语的网络红人。无花果啊，听名字大伙不陌生，但是多半是听过的人多，吃过的人少。因为过去在咱北方啊，吃不着鲜无花果，现在不一样了啊，这无花果不光能在北方长，还长出高品质啊。我们去铁岭的一个无花果种植基地去瞧一瞧。好吃，像橘子的味道。我妈买一个小罐，里边有着无花果，生的我也挺爱吃。这位特意带着小弟一起来的小朋友，今年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无花果采摘园了。在铁岭市凡河镇的易建园果蔬合作社，足足有15栋大棚的无花果，产量大约10万斤。每年的7、8月份到年底的11、12月份，只要您钻进大棚里，准能吃到往下淌蜜的无花果。好吃，属实挺甜，一扒就手痛了。看里边还有籽，软软的，糯糯的，甜甜的。这个无花果园给孩子溜达溜达挺好的，孩子也挺爱吃，但是主要这不是享受这个过程吗？对于生长在北方的朋友们，新鲜的无花果是不是挺陌生的？那熟透了的无花果究竟长啥样呢？通红的内里，果肉饱满，从中间撕开，果肉上挂满了蜜，晶莹剔透，用4个字形容啊，香、甜、软、糯，一口吃下去，甜到心坎儿里。采摘园的无花果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得益于棚里丰富的品种。从外观上看，有绿皮无花果，还有红皮无花果，要是细分啊，那就有7、8个品种了。我们选择的品种啊，都是很多都是不是原产自咱中国的品种，但是这些品种呢，已经在农科院呐，其他地方可能都已经做过试种的。啊，我们现在选择了这几十个品种，有像比如说云南呐、山东啊，包括新疆的，我们也试种过。据我了解，在东三省呢，都有一些零星种植，但是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啊，未来可能我们会再精简到2到3个品种，就是我们想给大家提供的是最好吃的。现在每天都有大量的顾客来采摘，或者在微信下单。为啥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这个比较小众的水果呢？一掰下来的时候，看就会流出很多这个白浆，就像奶一样。啊，它是属于三棵榕属的植物，这个属于它的那个树叶，这里边有丰富的蛋白质酶。一般虫子不能消化吸收，所以虫子
不吃这个叶子，我们也不用去给它打药。在《本草纲目》也对这个无花果的个药用价值都有一些记录和记载。啊，无花果它的根、茎、叶，包括果实都是可以入药的，天然有机。烹烤多长时间呀？13-14个小时以上。这样的话，5-6度的温度，果子营养就是成分基本不会流失。这个一个是125克净重。因为无花果本身的保质期非常短，加工成果干装盒之后，保质期就从几天变成6个月了。因为糖本身就是天然的防腐剂。这个要很多斤果子才能做出1斤干来，它浓缩之后，它这个甜度比较高。那很多人都爱吃比较甜的水果，差不多2斤吧，做一罐干。无论是鲜果还是加工成果干的无花果，是不是都牵动着电视机前您的味蕾呢？那就带上家人朋友来采摘园，实现无花果自由吧。选到一个好品种，这一年能省不少事儿。锦州北镇的韩大哥就切切实实体会到了好品种带来的好效益。他种植的就是咱们黑土地推荐的品种 H555。这是 H355是吧？嗯，对，H355。也天天管理管理您好。这地二三。今年老韩大哥家的玉米长得可真是不错，一量这大棒，个个20-30厘米，封顶饱满，没秃尖。头一年是种的，这个一亩地能干2200斤不成问题。自然自然封顶，这没动啊，你看看这尖儿封多圆溜，这里边几乎全这样，都是封顶好这个品种。老韩大哥种咱辽宁卫视黑土地的种子5年了，他今年就选择的是黑土地推荐的新品种 H555。今年这个黑土地，辽宁卫视黑土地新推出品种，今年头一年在21年，啊，去年就是属于试种，试种挺好。我今年命名 H355，在咱北镇地区表现的相当还真不错，个头还不小，纯脚趾梁这个，它的个头能达到23厘米吧，趟的得18趟，这个相当挺好的了。这个别看这玉米长得好，老韩大哥说了，他们家的土地那可是有点薄，玉米能长这么好，还得归功于它本身的适应性。坡地儿啊，洼地儿，那什么那个平洼地都行，它的性能还挺好的。抗倒伏，直杆的，根系发达，风大呀雨水大都适应。这品种的适应性好，咱也得根据自家土地的特性科学管理，才能得到一个好收成。好地就是建议就是3800多左右，你要是如果坡杆的，我建议稍微稀一点。本身咱说你要是雨水量大行，对不？要如果雨水量小点，你本身稀一点，它对它的这个结构各方面的产能上它还比较挺能增高。你要如果种密了，跟就平地一样种也不行，必须得给它断开。坡地尺寸稍微细一点，就是平地去好地就照3800株，按咱这那个说明上一种，别过于太多了，合理密植。技术员说了，这些年啊，乡亲们都特别爱种黑土地的种子，说咱的种子包准放心。种地的就给农户家种地都愿意种咱们的黑土地那个种子，一是呢发芽率还好，二带种一剂吧，它是属于搞哺乳轮里头吧，播下来还不发舌，还滑溜，播一个来一个。黑土地的好品种可是让不少乡亲们感受到了切切实实的福利，咱农民就指望着地里有个好收成，所以在购买种子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选对一个好品种，玉米丰收不用愁。法库樱桃沟村的吴淑娥今年种的玉米也长得不错，出苗期棒大压秤，尽管夏天经历了几场大风，可一点没倒啊。那他种的是啥好品种呢？吴淑娥大娘是法库县石间房镇樱桃沟村的玉米种植户，今年法库的风大，邻居家的苞米一倒一大片。哎呀，那风徐若是打刮的。但他们家今年这个收成可能就差一点。那当然了，他倒了他就收成不行。妈，头两家真就是这样，那家隔天老费劲了。这片玉米地让吴大娘回想起了去年收苞米的时候，那心情别提多难受了。收割费劲儿不说，还减产。幸好今年吴大娘早早的做好准备，更换了品种。俺家给这，怎么样？您今年？俺家今年没倒，这品种真好，不倒。你不倒它就不减产，还是品种事儿，这是真事儿，我不白用。
到底是什么品种这么抗风，让吴大娘赞不绝口呢？沈农大 L570 那个品种哈，根根站立，没有一根倒伏的现象，树高矮，穗位低，根系发达啊，这三点是一个抗倒伏品种的必要条件。主根扎地扎地非常深啊，能扎到地下将近40到50厘米，不仅能起到抗倒的作用，而且它还能起到抗旱的作用。吴大娘种玉米也有些年头了，往年买种子都是撞大运随便买，好年头就有个好收成，但是遇上大风大雨的天气就一片片的倒伏，也没啥好办法。今年开春在电视上看到黑土地的沈农大 L570， 决定试一试，没想到这种子太让人意外了。这包米你别说，真挺沉实，我都举不动，植物细哈，真的粒儿都好。怎么样，今天种的满意吗？满意，那还不满意，这包米挺好。没有啥事儿比丰收更让人开心的了。沈农大 L570 这个品种已经扎根到吴大娘的心里了。这个品种呢，轴啊是非常细，是属于小细轴深麻石类型啊，而且它的米质啊也非常好，它是纯胶质粮啊，容重非常高。咱们像咱们国家一等粮的标准呢是容重每升720克左右，但是咱们沈农大 L570 这品种的容重啊能达到780克左右。出苗也挺好，抗倒也挺好，它两边都倒了，俺家没倒，籽粒挺好，瓣也大，还是种这样，它不倒啊，你到秋你好收啊，过年还选它。沈农大 L570 抗旱耐涝，母保苗在3500到3800克，果穗没有边行优势，穗位整齐，机器收割不掉粒，非常适合大面积种植。时下呀，在村里流行这么一句话，说玉米品种千百样，跟着黑土地选准没错啊。铁岭的张百忠呢，就种植了黑土地的明星品种沈农大 DS1。别看风大雨大地下涝，咱的苞米就是直流站。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又到了一年一度大家伙最期待的收获的季节了。那当然啦，也是检验一个苞米品质好坏的最关键的一个时期。那今天呢，我就跟着咱们黑土地的技术员来到了铁岭的仓储，咱们来好好的看一看我们黑土地给大伙推荐的苞米种子今年的表现怎么样。这个是什么品种？这是沈农大 DS1。 哎，总的来看，你对黑土地的苞米种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它啥？你看它不，它棒它不出尖儿，这样好啊，这就晒场了啊，这产量就高了。这就是您家地里随便掰的米，对，随便掰。像这样的粮，是不是来收的人也喜欢收这样？对呀，它这个照别的品种，它就得多卖1分到2分钱。黑土地推荐的沈农大 DS1 为啥能够做到不出尖儿、产量高呢？首先第一个是上部叶片，上部叶片全是上冲型的。上冲型的叶片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的风阻小；第二个，它的光合作用好；第三个呢，它这个上部叶片全是上冲的之后，不阻挡那个雄穗的花粉下落。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果穗没有一个说秃尖的。今年夏天，昌图地区雨水多，张百忠家的这片玉米地授粉期也赶上了下雨。好在沈农大 DS1 的授粉能力强，玉米果穗没有受到影响，但是仅仅隔着一条小路，对面的玉米地收成就差了很多。你看，这个就是别人家的其他品种。看一下，咱们到这个来，到咱们这个地面对比一下啊。现在咱们可以看啊，对面的是其他品种，是同样一块地隔着一条道，但是这个是沈农大 DS1， 这个呢是其他品种。咱们可以看一下啊。因为仓储这块什么呢，在这个授粉期的时候是连续的阴天下雨了，所以说造成了大部分的品种那个秃尖啊，或者是说这种花粒啊，我们这个品种这个那个雄穗的花粉的那个活力特别强，所以说各个都是满尖的，而且没有缺粒的。像这样一个品种，一亩地最起码差300斤到400斤左右。苞米品质好坏，咱们不能靠说的，咱们得看到实物，看到产量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大家伙儿在选购苞米种子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擦亮双眼，一定要购买大厂家，在正规的渠道来购买，这样咱们一年的辛苦才不会白费。那如果说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拨打咱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咱们黑土地呢服务就在您身边。好，这里是辽宁卫视黑土地，咱们接着往下说。辽宁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宣推活动第10场来到营口，各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们齐亮相，
为了自己村里的特色农产品当起代言人，我们来看看。一会儿呢，在这儿将会举行第十场辽宁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宣传推介活动。那这次活动呢，已经成功的举办了九场了，可以说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那咱们今天的这个第十场跟以往不同，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来自各地的奋战在一线的驻村第一书记，他们也将会化身为代言人，带着各自响当当的农产品一起亮相。比如说像红旗的葡萄，还有朝阳的小米等等。那大伙儿呢，在我们这一次的推介会上也可以一饱眼福了。我们红旗葡萄是经过两代人40多年的精心种植，然后现在有品种有40多个，但是我们那个现在主推是秦王葡萄，以口感鲜嫩，然后新鲜多汁，非常受到市场的消费者好评。今天带来的产品呢是鸡丝面，鸡丝面呢是纯玉米通过浸泡48小时，然后上水磨，还是把它磨成米浆，然后那个经过挤压成那个面条，然后这个是无任何添加的，就是纯绿色食品，对老年人呢和小孩啊吃的也都非常好。来自全省各地的驻村第一书记抓住互联网发展机遇，带动农业转型升级，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他们就像洒向山村的星星之火，用坚定的信念、踏实的付出，点燃了贫困群众脱贫的梦想，照亮了乡村致富的前程。在这个扶贫过程中呢，我们还发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比如说老百姓有一些喜欢自留种的，这样会造成这个谷子类的减产。所以我作为农业大学的这个派驻的一名第一书记，在这个过程中，我带入了一些新的谷子品种，每年自费承包一些实验田，种植这些展示田，把新品种、新技术带到了咱们村，然后通过试验田的这个试验示范效果，让老百姓更直观地感受到科技种田、科技致富的这个好处。刚才我看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响水河在哪儿，还不知道有个新宾县，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现场，通过电视台给我们做推介，让深山外的老百姓能享受到响水河大米，这是我们驻村第一书记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始终以振兴农业产业为己任，抓住互联网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机遇，搭乘品牌化东风，共同携手为辽宁农业、辽宁的百姓打造了一片蔚蓝的天空。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第一书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说实话，因为好多的新的理念、资源还有资金，都是通过第一书记带到这个农村的。今天我也见识了好多咱们不同地域的农产品，因为我们也在自己在搞自己的这个品牌，现在也需要大量的这个好的这个农特产品、良心的农特产品，来这个一起运营、一起做这个良心农业。首季辽宁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宣推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把咱们辽宁优质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的成就写在了美丽乡村的颜值上，更写在了百姓收获幸福的笑脸上。经过一年的坚持和努力，在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沈阳农业大学以及辽宁广播电视台的合力打造之下，咱们这次系列活动呢，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集推广、销售和宣传于一体的大型系列活动，走出了一条符合咱们辽宁实际的农业经济振兴之路。锦鲤呀，因为身上的花纹特别漂亮，受到不少观赏鱼玩家的青睐。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锦鲤养殖可挺有说道。大连瓦房店是驼山乡的一个养殖场的锦鲤，就因为颜值高、体型好，卖上高价。他们是怎么养出精品锦鲤的呢？亮丽的色彩，优美的泳姿，雍容又华贵，这就是锦鲤。在大连瓦房店市驼山乡有一个锦鲤养殖场，这个养殖场是辽宁最大的锦鲤养殖基地了。光锦鲤的养殖池塘就有360亩，有20多个品种。看这片池塘里的锦鲤五颜六色的游得很欢实，大伙儿猜猜这里有多少条呢？15-16万吧。
这里的锦鲤还是小不点儿，不过胃口可不小，一天吃四次饭，一个月就要吃掉10000多块钱的饵料。它们现在大概有6-7公分大，等到再大一些，就要有一次等级考试了。考试成绩优质的锦鲤就会被挑选出来，身价翻倍。这个池鱼就是准备销售，这里边有5-6个吧，哎，5-6个品种吧，哎，红白了、大正了都有。这个是按条卖的，哎，最低的1000多块钱吧，哎，再高一点的就是6-7千吧，反正都是卖过20000多块钱一条。哇塞，20000多一条，身价很高啊！在这个养殖基地，没有最贵，只有更贵。那么，他们需要经过几次考核才能成为精品锦鲤呢？我们记者也来到了更为神秘的棚内养殖区，一起来揭秘锦鲤的秘密。这是红白，红白全是红白，啊、全是红白啊、哦！这个红白是咱这个千挑万选的，几乎是说1000条挑一条，甚至10000条挑一条。20公分的话，应该是再选一次，再选一次，再说提出更好的竞品。之后呢，再说再养出来，再才能销售。得养到5-60公分了，70-80公分之后，市场价值的话，在3万到5万一条。作为观赏鱼之王，一定要具备相当高的观赏价值。通俗来讲，就是要血统正、品相好。像这条就是日本板井第一代种鱼繁殖出来的红白，瞅着这长相就很招人喜欢。你看它切边啊，切边相当之清晰，它这个头板啊，就是放着相当干净。这个红的不过头，这个肥呀、它不过尾，这个体型啊，还有这个鼻哈相当高，红和白相当清晰分。这里除了红白锦鲤，还有许多颜值很高的锦鲤，看这种黄色的也是别有一番韵味。这个池里有4个品种，你像这一条叫查理啊，查理，你像这一条，还有哪个？再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叫戒指，戒指，你像这一条，金夹边那条，最边上它叫黄金，黄金，红叫活鲤。锦鲤被称为水中的艺术品，游动的活宝石，一条好的锦鲤甚至被业界称为无价之宝。锦鲤好看，但是锦鲤饲养却特别困难。锦鲤不好养，它和这个。它也是鲤鱼科，但是它比这个鲤鱼啊，食用鲤鱼啊，发病率高。怎么样才能把锦鲤养得活，从而再进一步的养出精品呢？大连天河锦鲤养殖场可下了不少功夫，首先就得让锦鲤呀、吃得好。饵料主要就是它采用这个，中国这个养殖基地最好的料，它在3万多块钱一顿左右，它鱼吃了以后，就是说对于身体啊，健壮，就是体质好，上色好，不爱得病，不爱得病，里边还有添加了一些维生素什么的。除了吃之外，想把锦鲤养活好，就得靠水了。一个架养，架养，再一个就是循环水，循环水，水源呢就是这个。渗井水，地下渗井水。外面有一个困水池子。把井水放到里以后，在里边经过杀菌消毒，经过挑水以后，放一个阶段，然后再抽到这个池子里，鱼苗池里。然后再就是循环水养殖。你像鱼哈，它不上病，上病的轻。病虫害都没有了，像黑龙江了、吉林、北京，基本上都过来买我们家的鱼。从育苗到繁育，再到优中选优，天河锦鲤养殖场经历7年的时间，终于在全国闯出了名堂。未来这里也将繁育出更多、更好、更美的锦鲤，让他们游到更多、更远的地方。好了，乡亲们，今天黑土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您身边有三农领域的新鲜事儿，有趣事儿，有重养殖的新品种，
或者这个邻里街坊的有什么暖心的事儿啊，好玩的事儿，欢迎给我们提供线索，打电话024-2318-6752，或者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辽宁卫视黑土地给我们留言。